健康情况，叔叔有什么三高什么的吗？没有。这个阿姨身体健康吗？蛮好的，还没什么没什么问题、哈。收入叔叔退休金刚才说是3000多，是不是？对。嗯，但叔叔您自己名下的房子只有这一套吗？只有这一套。只有这一套哈。阿姨是老师退休，应该退休金高，是不是？对。您是有上万吧？没有上万，没有上万，是小学老师。但我听说您的职称挺高的呀。对。啊，那应该8000也得有了，是吧？嗯，退休金很高，住房情况，刚才叔说了，在那边有一个两居室吧？对。多大呀？80多。80多的两居室，就住着挺舒服的了哈。阿姨呢？我也有独立，两居。啊、好，开销啊，住房啊，应该问题都不大哈。有什么想要了解对方的，可以问一问。您等于是没什么病吧？我没有。哦，身体好着呢。出去走10里20里没事吧？没问题。不是走10里20里啊？那，你走一出去可不是就10里20里？不是，您这一礼拜要出去走几回这个？走一两回你得走啊。10公里呢？你那10公里还多啊？也不少呢，叔叔。您一礼拜最起码得出一趟两趟的。您知道，就是我们这些女士吧，年轻的时候都爱美，那膝盖呀、没几个好的。也不爬山，你们最起码平道你得能走10里8里的。你要不走10里8里的，那您还走，您身体就走不了了。阿姨，您能走多远啊？我走的也挺远的，大操场能走4圈。一圈800米还是1000米啊？400米。400米。400米。1600米才。1600米，才3里地，没事干嘛走那么远的？你听着没？锻炼有很多种方式，我们可以广场舞，我们可以瑜伽，我们不用非要在大街上溜上10公里。嗯，对，王老师说的是，这不是唯一的标准。好，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？您可以问问女士。没什么了。嗯，怎么着？要不要了解女士的基本情况呀？不了解了。不了解，觉得哪儿不合适啊？岁数大。哦，嗯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叔叔就我回去了。对，咱先休息会儿去啊、慢点啊，叔。没事，没事。来，叔叔自己能走个10里地吗？他能走，都现在都老态龙钟还走。所以您觉得不太可能是吧？对，就是我看您的意思，这个还嫌我身体不行，走不了那么远，我还看不上你的身体呢，是吧？他不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。啊，是吗？对呀。哦，他啥档次啊？他啥档次看出来？他肯定是能转飞你。哦，甭看他说他们在大悦城住，他们的生活观念跟咱们还是不一样的。嗯，哪点您能看出来呀？是因为背水的事儿吗？对。哦，为什么呀？这么大岁数还背什么水去啊？大姐的那个，心情还是比较高的。嗯，这然后这个。大哥嘛，适合就是居家过日子。对对对对对。